发点屏东空军基地四架西幺三动运输机以及 P3C 反潜机依序起飞，轰轰声响，超热闹。更罕见的是福克五十行政专机在屏东抬头冲向天际。它是今年国庆领军带领 B 旗行政专机在府前冲场。专机队担任政府官员与高阶将领行政专机，以安全、舒适、便捷为任务诉求。福克五十是总统以及五院院长加上上将搭乘的行政专机，带领 B 旗行政专机在府前低空飞过，现场超震撼。即将通过的第二梯队是来自第六联队反潜大队 P3C 型机，紧跟在后头的是 P3C 猎户座反潜机，配挂鱼雷、水雷以及水下声标，专门抓潜舰保卫台海。而第三批次则是西幺三动运输机，可以搭载伞兵、悍马车甚至八轮甲，一改过去超音速战机当主角。四款慢速机三批次编队低飞，体积大还得保持距离，难度超高，战机进场天候很重要。两架幻象两千天官机一大早就在台北上空观察天后云层状况，107年国庆快速机坚守岗位，慢速机当主角，要让国人与国庆现场嘉宾欣赏慢速机的优美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